我们来看第二题啊，它的 height 是这一个，这个是我的 real height，然后它的 refractive index 1.38，所以我 n 等于1.38，所以它要找它的 apparent depth h，所以我们知道 n 等于 h per h，所以我的1.38等于3除 h。所以的 h 等于3除1.38，OK，然后我用计算机来按3除1.38，然后拿到的答案是2.17米，这个就是它答案了。